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蜂蜜芥末煮蚊子。今天要来吃的是这个，这个是那个我买的是这个是那个不倒翁他们家的这个牛肉鲜浓汤。然后呢，我就自己加了牛肉跟饭，这样下去煮煮很简单。然后这个是韩国泡菜。好啦，就先看一下做法吧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我今天穿的这一套衣服啊，是那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服饰，只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么穿，就是古时候的那个服装这样。因为想说过年快到了，穿个那个唐朝的唐装，然后应景一下这样子。好，那就先吃一下这个。哇，它的那个真的很浓。也很香，超浓的。它就吃起来很像那个我们炖那个，好像是炖那个大骨汤那样子吃起来的那个稀饭，熬那个大骨汤的稀饭很香，加个这个韩国泡菜一起吃看看。这样很浓，而且很好吃耶！我觉得加了泡菜更好吃。这样吃真的很香，而且这样子，我原本想说，它那一小包这样子够吃吗？后来加的牛肉，我觉得，跟饭下去更有饱足感。它上面是画的，好像是加面线吧。然后我想说，来给它加饭，做成稀饭，应该也会很好吃。果然这样吃真的很好吃。
这个也很适合冬天吃，吃起来就很温暖。而且它没有辣，所以我觉得就算是给小朋友吃也没有关系，而且也很营养的感觉。它的汤就是很浓郁的那个浓白色的乳白色的颜色。好啦，我今天试吃的这一个不倒翁他们家的这个牛肉鲜浓汤，我真的觉得它这个真的蛮好吃，而且很简单就可以调理这样子。而且没想到他们家除了泡面以外，连这种调理包也做，我觉得蛮厉害的，然后做的又蛮好吃的，也推荐大家可以这样子买回去吃，这样一人份刚刚好，我是觉得啦。如果再加一些其他的更丰富的料下去的话，我想吃起来口感应该会更多这样子。好啦，我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就欢迎订阅跟按赞哦，拜喽。